航线变动，这是第二，这两个原因，哪一个原因是今天台湾不开放赴中团的比较重要的原因？对，这个是一个基本的原因。这是基本原因，开中压倒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。好，那所以是前面不对等比较重要，还是最后一根稻草比较重要？对，我们是要照顾我们国内的业者的利益啊。是，所以你的意思是前面那个比较重要？我认为要涉及到国家的利益啊。